一光穿过化粪池，我去，这是两滩屎吗？这个作者真恶心，他不会让我从这个屎上面游过去吧？第一个是三年老粪，颜色比较浅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第二个是八年的老粪，一看这个颜色我就知道啊，它的主人肯定上火了。这个中间旁边都放了屏障方块，好吧兄弟们，我们只能跳过去了，不知道跳到这个屎里面会发生什么。哎，话不多说啊，我跳。嗯，我去，这个屎上面怎么还着火的呀？哎，这里有作者的提示，过不去可以用，这个作者真贴心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打开看一下。嗯，哇去，这个座子里是狗吧，放了这么多绿帽子。等一下，每个绿帽子的护甲值是三点，在这个化粪池里面每秒钟会掉四滴血，我们只需要用爱因斯坦的巴拉巴拉定律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戴上绿帽子就能游过去。兄弟们请把公屏打在你真是个天才上，兄弟们看好了。哎，兄弟们我们过，我吐了呀，我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的第一个表情，我想知道是什么。好吧兄弟们，我真蠢，这个作者说的是过不去可以用这个箱子，我居然还把这个绿帽子戴在头上去了。这个作者我求你当个人吧。哎兄弟们我们过来了，第二关简单的跑酷，这你隔得这么远你跟我说简单。哎等一下，这里好像是有隐藏方块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跑过去。我去兄弟们，这个作者怕不是个脑残吧，就这啊，这么简单的，我去，他把这个地方的隐藏方块放到旁边来了。第四关欢乐四选一，我去，这不都一样吗？还说欢乐四选一，这不就三选一吗？好吧兄弟们，作者的意思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让我们挖过去。我选择中间这条路，兄弟们啊，话不多说，奥利给！嗯。我勒个去，我是不是少不会直接挖绿宝石嘛？我就不相信啊，这个绿宝石后面还是基岩哈。我勒个去呀，我就不相信他所有的地方都是基。哇去兄弟们，这个作者是真的狗，人做的事情他是一件都不干。接着呢咱们再找一下，这个作者说的是欢乐四选一，应该还有一个选择。哎兄弟们找到了啊，心跳水立方，就这啊，这么大一个水，你这不是闭着眼睛都能跳吗？来兄弟们，咱们给这个年轻的作者上一课。Nope. 来兄弟们没准备好啊，咱们再来一次，这一次我要打这个作者的脸。嗯，我勒个去，这个作者太阴险了，他说的心跳水立方，这下面也没水呀、啊、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农田啊。哎兄弟们这里有绿宝石块，兄弟们就是这里了，没关系啊，咱们这一次直接一遍过啊，直接跳下去。兄弟们完美落地，看一下你现在的表情是你表情包的第三个表情，发出来看一看。兄弟们这个作者好坑啊，你们猜我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样的？你们说正常人谁也想不到心跳水立方会在这里啊。第五关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奥特曼变身器吗？兄弟们第五关让你们来猜，你们看清楚了，我只认识一个，就是迪迦奥特曼的变身器，其他的我都不认识，有没有全部认识的小伙伴？最后的最后咱们点赞评论是单数主播日更。